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熊，欢迎来收看这场黄奕对这个灰灰的比赛。啊，灰灰这个用的是八柱赫啊，跳 CT， 好下 A 三鬼。黄奕的猪头模式好像没什么用啊，想要关厕所反而被对手关在厕所里啊。跳 C 原地再跳 C， 哇，这个压制真的是凶残呐、啊，基本上就是无缝啊。来看看黄奕这一把猴子啊，战机好飞起来了啊，飞得不错，哎呀被踢了啊，继续的钻，漂亮，空中钻到四下啊，黄奕喜欢秀一些打晕的招啊，哎落地被抓完了，重拳三魁抓到这个猴子，猴子的身位太低了哈、啊、抓到他如果要重拳接三魁的话还得走一点点哈、啊、所以说这个节奏很难把控。喂落地残血完了，还好啊，还好扎到了，这个猴子飞起来还是真的挺可怕的啊，有时候如果抓不到他的路线啊，有可能直接要击击的抛弃来了，哎直接刚扎过来逆向继续飞起来了，空中扎到两下接这个超杀，大猪血量快见底了啊，刚好飞翔脚踩到，哎牛逼啊，猴子有这个穿三的可能性啊，黄奕不愧是玩了很多年的猴子了啊，耶失误一套，漂亮，这个失误有点致命啊，灰灰怎么会出现这个失误呢，感觉要被猴子一挑三了哈，啊继续飞扎飞向小刚，再干回去，好继续扎，卡位没有卡好，又让猴子出来了，刚好空中扎到一下，直接来了一波穿三啊，很牛逼，好的啊，大家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，关注修修不会走丢。